尊敬的诸位法师，大德同修，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请大家合掌。我们一起三称本师圣号及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无量寿经。请诸位同修先开注解，871页，871页。请看第四行，八，以方便入佛法善巧智，这是一小段。我们在前面一堂课跟大家汇报了《华严经》上所讲的十种善巧智的七个，今天呢，我们接着学习后面的三个。这个意方便呢，可以讲是佛的智慧显现。那我们想要有这个方便法，首先要掌握到根本法。根本法是什么呢？就是本经经题上所讲的清净平等觉。有了真实的智慧，那在度众生上面呢就非常的容易了。而度众生呢，方法有没有完全固定的？你看我们古人也这样讲嘛，见人说人话，见鬼呢说鬼话。这就是佛菩萨的智慧的妙用，让每个众生听了之后啊，都生大欢喜心。下面是第九个，无量方便入佛法善巧智。学佛最终极的目标就是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一生当中明心见性，都能够呢大彻大悟。真正见性之后所展现出来的就是智慧的妙用。当年慧能大师啊，开悟之后，他讲了五句话，其中就说到：“何其自信，能生万法。”真的，这个佛法一通，那四处世间法没有令不通的，三藏十二部全都能够通晓，那四库全书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如果您到对面天主教教堂看他们的经典，有没有困难呢？没有。所以说这个佛教它终极的目标是要帮助我们大家把真心恢复过来，一旦真心起现行，这个厚德智展现出来，真的不是我们凡夫所能够想象的，它那个作用太广大了。但是我们还要特别强调一点，如果光是有智慧而这个人不肯去度众生，那这是不是菩提心呢？还不是。所以我们看到佛对于阿罗汉辟支佛也有不满意的地方。大家还记得前面一堂课我们所学习的96种外道，对不对？96种外道最后一个是什么？就是声闻。
提支佛，他们虽然是属于正教，但是呢他还是属于权法，跟法身大士相比，他们用的还不是真心，还是用的阿赖耶。所以佛劝他们也要回小向大，也要真正发大菩提心，大慈大悲之心，普度一切众生。他们这个功夫啊，其实也相当不错，能够出六道，但是呢还没有见性，所以佛对他们依旧不满意。因为佛的终极目标是要度一切众生将来都能够回归到常寂光净土。再看最后一个，这就越讲越殊胜了。知无边佛法无差别善巧智，真正通达佛法的人，他看一切法都是佛法，随念一法都是觉悟之法，所以真正在佛门里面呢，没有所谓的分别。假如说我们依旧分这个分那个，分你分我分他，讲实在话，这个人懂不懂佛法？还不懂。所以这个心平呢，才算是真正入门。下面呢，进一步讲到，故知十种善巧智，皆源于深入经纬，测尽心源。这个心源呢，就是根源。这十种智啊，是代表无量无边的善巧智。那他们从哪里来的呢？这就讲到了，都是从我们深入经纬，测尽心源之后。这个经纬就是指的自心，心源呢也是讲的自心，从根本智而差别智。这讲到两种智了，这两种智有什么不同啊？根本智是能生，差别智是所生，也就是一个是体，一个是就是作用。故能了达出生，有了根本智跟后的智，可以说这世出世间一切法，任何人问你，没有你们答不出来的，随问即答。这就是智慧的作用。宣说正入等等诸善巧智也。谁希望自己有善巧智啊？大家想不想要啊？要吧。我们想啊，至少有几种人他就很想要。谁呢？做父母的。为什么？因为你要教自己小孩嘛。第二个，老师，他要教他的学生。第三个，出家的法师，他要把经讲好，那他要不要善巧智啊？决定要。那没有这个善巧智，这三藏十二部他怎么能够说到圆融呢？不可能。所以说这个智慧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具足的。后面再说，决定是之定而无以改者也。这个决定呢，就是我们在经上常常看到的善巧决定。我们认识正确，认识清楚，认识没有错误，这个一定要靠智慧。有了智慧，他就才可以做到决定。我们这辈子有什么决定呢？您好有智慧啊！您是要决定求生净土，我决定念阿弥陀佛，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亲近他老人家。这个决定呢，太正确了，十方诸佛知道了都很高兴。而且这个法门呢，它跟八万四千法门相比，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其他法门不如他。他特殊在哪里啊？他不用断烦恼，也不用断习气，居然就能够出六道，也可以甚至于出十法界。这个其他的法门呢，真的叫望尘不及，做不到啊。其他法门非要断见思才能够出六道啊，还要破无明他才可以到达一真法界。那我们现在呢，老老实实念这句佛号，纵然什么烦恼都没有断掉，什么习气也没有破，只要呢把所有烦恼习气扶住就可以了。什么叫扶住啊？那古人打个比方嘛，好像一根草，我们用块石头把它压下去，不让它再长出来，那它下面有根嘛，那个根就代表什么呢？代表它的烦恼习气还在底下，没关系，把它按住就好了。这个就是扶住的意思。所以从早到晚呢，我们这个心里面呢，只有这句佛号就好，这是决定成功。底下是圣满宝窟的解释，决定为信也。什么是决定呢？就是信心。说到信心呢，太重要。我们想要去极乐世界，首先要信什么呢？要相信释迦牟尼佛讲的话是真的，要相信真有阿弥陀佛，要相信真的有极乐世界，要相信真的念佛可以去极乐世界。现在就看一下我们自己了，我们对于这三点这四个方面相不相信呢？果真能够接受，恭喜您，您这一辈子就有机会了脱生死。反过来讲，如果我们对于前面所说的这四条半信半疑啊，虽然也念佛，但是信心不够，那就难了。所以下面念老就给我们总结了：故善巧者，随机应缘也。的的确确啊，有了善巧智，你看他在生活当中就可以做到恒顺众生，随喜功德。那就是说他跟每一个众生呢都相处的挺好的，这一点呢也是我们应该啊要学习的。决定者真实不变，我们对待别人，不管这个外面的环境怎么样个改变，我们自己不能够变。什么不能够变呢？真心不能够变。他怎么样转，他怎么变化，那是他的事。但是我们呢，一味的真诚，我们只有一个想法，成就他的道心，成就他的念佛三昧，这是我们最大的愿望。善巧决定者，随缘善巧，悉皆真实也。说到这个真实啊，也是讲到好几个方面：理真实，事真实，事现真实，说法也真实。我们在这四个方面都做到了真实，那所讲出来的话一定会打动每一个听众的心。所以古人，这中国古人讲嘛，成于中而行于外。为什么三千年前的经典我们现在看了之后还是会受到感动的？因为他老人家讲的话都是从真实心里面流现出来的，不是从阿赖耶里面流露出来的。下面经文：论法无厌，
求法不倦者。这个论呢，就是讨论，我们现在讲啊，分享做报告。这两句经文对我们初学人来讲特别重要，可以见得学习佛法不是每一个人呢学一两天就成功的了。那有没有人学佛才一两天他就成功了呢？也是有，多不多啊？不多，至少我们就不是这样的根性，对不对啊？是这样根性的人，那是什么人呢？上上根人，他听一堂课就搞定了。我们需要听多久呢？恐怕要5年、10年、20年、30年，甚至于50年时间。所以这个就呢，不能有厌倦的心态。求法是自利，我们想要利他，肯定要呢先做到自利。所以论法，这是跟别人做分享、做报告，这是利他。那我们想要把别人渡到入佛门，首先自己要有真实的功夫。底下是净影书所讲的：专要求法，心无厌足，自利方便。这个乐在此地啊，读要，这个音，这个要呢就是喜欢的意思。我们喜欢什么？喜欢求法，这个法指的是出世间的佛法，一心一意啊，深入经藏，不疲不厌。尤其是现在传统文化很衰落，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呢，一定要发大心。最近我们看到学院的明德学校的老师啊，发给我们一些相片跟视频，我们看了之后感到非常欢喜。虽然现在这个第一批的学生不多，但是老师教得很开心，学生学的呢也很欢喜。从这儿我们就看到这个底下一代传统文化有接班人了。我们建立这个学校的目的何在呢？就是要培养底下一代的儒家、道家、佛家的真正传人，功德无量，所以我们要护持他们，要成就他们，帮助他们。后面再讲，常欲广说，智无疲等，证明利他。果真想到要做到这个自利跟利他达到圆满，首先我们自己本身必须要把儒释道的三个根给落实，然后呢才有这个资格去劝别人做到。慧疏说，菩萨求法为利他故，所得法必为他说，为一切众生经无量劫而无疲倦。这段开示啊，蛮重要的。这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菩萨他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何以不会有中断的时候？他知道这个真相啊，看到菩萨这样做，我们该怎么办呢？一教奉行。刚刚提到三个根，儒家、道家、佛家三个根是什么呢？弟子规、太上感应篇、佛说十三业道经，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为人，我们想要成圣成贤，必须要把这三本经书认认真真的做到。这个如果做不到，说实在话，来生不可能再得人生，那这一辈子呢，也绝对不可能往生到极乐世界。何以见得？他有漏洞。我们讲这个人德行嘛，这个德行怎么样？他有欠缺，
说的不好听一点，这个人怎么样？大家知道什么意思的？德行不备呀，不完备呀。所以底下就讲到这个根基了。戒若流离，戒者戒律，为戒定慧三五漏学之首。这个漏是烦恼的代名词。我们看佛教我们大家学佛入佛门，一定是教我们从戒开始做起。哪些是我们要奉行的呢？三皈依、五戒、十善，这是入佛门的基础。佛法在唐朝时候，我们中国的祖师啊，建立了十大宗派。十大宗派呢，八个是大圣宗，两个是小圣宗。小圣呢是俱舍论，还有诚实论，以这两部论呢为基础。那么到了唐朝中叶之后，后来的祖师大德呢就没有再学这个诚实论、俱舍论。那我们以什么为小圣法的基础呢？就以儒，就以道为基础。所以刚刚提到的《太上感应篇》《弟子规》，可以说是每一个学儒、学道、学佛的人必修的功课。这就是为什么在古代成就的人那么多的原因。为什么？不管他学不学佛，他至少要读这些经典。所以知识分子在那个时候肯定都会学习这些经教。那不读的话，这样大家一交流啊，这个谈话的内容啊就不相契合。所以呢，我们看古时候的读书人都是很喜欢呢涉猎三教的经典。之所以提到这三个根呢，它也是有依据的。你看佛在《观无量寿佛经》就提到净业三福。净业三福的第一福是什么呢？大家都很熟悉，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所以我们细细去想一下，这三个根在不在里面呢？都在。所以我们这个明德学校真的这一批小菩萨们，他们学从哪里开始学呢？就是从这些戒开始做起，从这些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经开始落实。不但学生学得很欢喜，我们相信老师应该也教得很欢喜，每教一遍感受就不一样。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进一步提升，这是小圣法嘛。那再往上提升，我们还要修什么？这也是佛的教诫，也是我们要奉行的戒条。六合敬、四摄法、六度、十大愿望等等，这也是我们净宗学人必修的科目。所以说啊，这个戒您讲这个范围广不广呢？非常广。我们上次不是提到三十七道品吗？大家应该有印象吧。三十七道品算不算是戒律呢？也属于。大家可不能够疏忽三十七道品哦。小圣有三十七道品，大圣经典呢也讲三十七道品，非常重要。所以呢，这个戒我们要认真的奉行。您想要得定，必须要持戒。这个定呢，就是前面经文上所讲的其心正直善巧决定。定就是决定。戒律呢，它是三无漏学之首。你看这个三学哪一个排在第一个？戒律。后面再说，
奉持戒律，明净清洁，以自庄严，持戒净洁，譬如琉璃。这个琉璃啊，是七宝之一。我们中国人一般讲翡翠，就是绿色的玉。它代表什么呢？代表清净，代表没有染污。在《梵网经》里面这样子说：戒如明日月，亦如璎珞珠，故曰戒若琉璃。这是用两种我们见得到的来形容这个戒律。戒律像什么呢？就好像是阳光，好像是月光一样。这个璎珞啊，大家看佛像，你看佛像这个脖子这里有挂着这些啊，大家看阿弥陀佛，这前面的阿弥陀佛，你看他这里不就挂着这些珠宝吗？在3000年前，印度那些贵人有钱人，他们呢就是喜欢把这些珠宝串在一起挂在这个身上做装饰用。那么这个珠呢，就是宝珠，名贵的宝珠。内外明洁，内者指心意，这个心意啊，就是我们的念头想法。意业清净，起心动念，悉离垢染。垢就是污垢，染呢就是污染。什么东西污染我们的心呢？太多太多了。我们把它归纳一下，大家想想，他们是不是自私自利、五欲六尘、名闻利养、贪嗔痴慢，它算不算是污染的？都是的。现在严重不严重啊？特别严重。所以啊，我们看到不少的同修尤其是住在澳洲的同修，他们就从外地啊搬家，搬到图文巴来，我们感觉到非常欢喜。他这个决定正确不正确啊？这讲决定嘛，对不对？这个决定非常正确呀。为什么搬到图文巴这个偏僻的山地小城呢？这个地方其实跟别的都市相比，落后不落后啊？蛮落后的，对不对？这没得比吧？可是他这边有个什么大的优势呢？清静，有没有感觉到？尤其是晚上特别宁静。其实还不到晚上一到6:30之后就差不多，这整个磁场面感觉到非常祥和宁静，车辆基本上就少了嘛，本来这边人口就少，人少是非就少，造的业就少，尤其是造那个恶业就少。不像在大都市，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人，复杂。讲实在话，大家如果想要长命百岁，住在哪里比较好？住在山上。山上一般来说长寿的人多。这不是我们讲的，是谁讲的？大家看一下《论语》就知道了嘛。孔老夫子怎么说？仁者寿。智者要水，仁者要山，对不对？在《论语》里面讲的嘛。因为山上环境呢清净单纯，没那么多复杂的因素干扰他的身心，所以住在这里他的身心呢很放松，没那么紧张。当然极乐世界比我们这个国土那要庄严的无量亿倍都不止，我们应该要去西方净土，那个环境更好。下面再说，这是讲外表了。外者威仪具足，这个人他有没有认真持戒，有没有认真学戒，从哪里看得出来呢？你看他的威仪有没有？
儒家讲这个威仪啊，都是以孔老夫子为标杆的，以他为标准。那他人家的标准是什么呢？他的学生，我们看《论语》里面，他的弟子叫评论老师啊，有五个优点：温、良、恭、俭、让，这就是他的威仪。所以老夫子哦，非常稳重，非常善良，非常恭敬，什么事都能够忍，而且呢还特别节俭。这是读书人呢，所依据的一个效法的对象。可以说2500年前读书人以他为标准，那我们现在过了2500年，我们作为新一代的知识分子，要不要以孔老夫子为榜样呢？也应该要跟他学，这是世间的圣人呢。所以老夫子其实他真正教学的时间呢，专心教学时间并不长，才5年，但是所产生的深远的效果，恐怕老夫子都没有想到。你看我们这个佛堂有没有老夫子的圣像啊？也供着。假如以后图文巴尔也能够建一个孔子学院就好了。我们这个 Westbrook 那边不就有一尊孔老夫子的圣像吗？是不是？你看多好，大家一下车就看到孔老夫子嘛，是不是？所以孔老夫子有没有来图文巴？来了。老人家已经来了。好啊，谁尊重圣贤人，谁就有福报。那谁怠慢圣贤，那是什么？灾祸。自己果报不好，还导致了家庭破败，国家呢衰亡。最明显的一个例子，这个我们就看到中国最近这200年的历史嘛，你就很清楚，这满清末年是不是这样子的？可以说啊，这么多朝代当中啊，那个受尽外国人羞辱的朝代是哪个朝代？就是清朝，对不对啊？大家看一下我们中国这个最鼎盛的时候，那个地图大不大？不得了啊！往左边看，往上面看，那个版图多大。结果一到清朝被推翻之后，您再看这个版图多少，缩水了，现在只剩下1/4啊，只有1/4啊，诸位同修。现在陆地多少？960万平方公里，少的太多了。你看这当皇帝的，这掌权的太后，慈禧太后吗？不深入这个经藏，不学，他自己叫什么？他还给自己起了个外号，叫做叫老佛爷，这个很不好嘞。什么意思啊？他比佛还怎么样呢？还要有智慧，这就没把佛陀放在眼里面嘛。那可想而知，老子、孔子，他有没有放在眼里面呢？也不会。所以他死了之后，您再看他那个没过多久的那个后果就知道，他死了之后没多久，一个姓孙的将军不就把他的墓给炸开了吗？把他的遗体从那个棺材里面给弄出来，把他身上的珠宝全部都给抢走了。所以光绪哦，后来进到这个墓穴啊，都流眼泪啊。你看，不听老人言，吃亏就在眼前，这是深痛的教训。所以我们自己呢，还是要尊重古圣先贤遗传下来的这些教诫，肯奉行的人福德无边呢。下面再说，德行于外，内外悉节。一个是讲他内心，一个是讲他的威仪，都做到了清净无染。故其言说令众心悦诚服。
其实呢，一个真正有德行的人呢，他跟大众在一起，纵然他不讲话，大家有没有生欢喜心呢？也生欢喜心。很明显的嘛，大家看一下张家大师的这个遗像，您觉得他老人家功夫怎么样？修行有没有功夫啊？就很稳，对不对？所以师父上人年轻的时候亲近他老人家3年嘛，有时候呢他们师徒二人坐在一起也没有讲话，可是没讲话怎么样呢？也感觉到那个磁场很舒服。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此地所讲的德行于外，这是功夫啊。所以下面就说，故曰其所言说令众悦服。真正有德行的人，他所讲的每一句话甚至于每一个字都是真真实实，大家呢都乐意呀、啊，都乐意呢接受，知道他说的都是真话，不会骗人的。底下是说利益众生，即法鼓建法床，要会日。会书曰：法音高响，犹如鼓声。一般来说啊，这个道场呢会有两种法器，它的声音呢是最大的啊。我们这个道场呢，因为是买了一个教堂嘛，不是重新建的。如果是重新建教堂啊，建这个道场呢，最好能够建一个钟楼。大家看过大钟吧？你看这个中国大陆，我们到台湾去也是这样子，香港还没有见过，在大陆在台湾我们见到这些大的那个钟，你看他要把它敲响，要很大力的撞，那个声音呢一发出来之后，整个这个寺院呢都听到。后面说到，威德吹邪，犹如圣床。这个床呢，是佛门的一个标志之一，它是表啊真正的威德。那么这种威德呢，它能够降服邪门外道。慧日照迷，犹如槁日。什么是槁日啊？槁日就是中午的太阳。鼓是佛门必备的法器，那么一般这个要集众的时候，会有法师或者有居士呢要擂鼓，而这个床呢是佛门一个标志之一。假如今天我们这个道场有法师要身坐讲经，那么在寺院门口的旗杆上面，他就要伸这个床上去。那个床是什么样的形状呢？它是圆形的，圆形的。如果今天我们要做三世心念法会呢，要伸什么？要伸幡。幡是什么形状呢？它是长方形的，扁扁的，长方形的。这样附近的同修啊，一看到这个不同的标志，他就知道哦，今天要么有法师讲经，要么呢要举办这个法会。这个会书的意思啊，它是讲法鼓呢比喻菩萨法音，行众远闻。佛菩萨来到世间只做一桩事情，什么事情呢？讲经说法。这个音声呢、啊、让大众听到的人数越多越好。在古代可以说弘法不像我们现在这么方便，你看以前这些想要听经的信徒，他要听法师讲经，他必须要怎么样？他要亲自到寺院讲堂，对不对？他才能够听得到吗？或者是呢你请某一位高僧大德到他们当地讲一段时间的经才能够听得到。
但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法师需不需要到处奔波讲经说法呢？不需要。我们怎么讲啊？甚至一台手机就搞定了，对不对？连上网络，可以直播，既有画面还有声音。所以只要有缘的同学啊，他一加入这个群或者是上这个网络，他都可以收听收看得到。那我们这个道场如果要举办超度法会，可不可以把这个盛况现场也传播出去呢？也行。所以现在举办法会呀，或者举办讲经讲座，法师也不必那么样的辛苦，他就在一个地方固定不动，每天讲，或者呢常常举办这个超见法会，这一个对法师修行有好处，他不动嘛，他不动他就不累。第二个呢，信徒也不必要跑来跑去的，他们就在当地啊，打开这个电脑，打开这个手机，就可以及时的观看收听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啊，一定要把佛法呢传播出去，要充分利用这个高科技手段，尤其是现在网络这个费用低得很多，假如我们使用这个卫星电视，那个成本就高了。那个卫星电视它是按什么来算价钱的？按秒来算的。但是我们这个网络呢，就不必那么高的费用，成本降低，作用呢不亚于这个电视台。下面说这个法床，它是比喻菩萨威德摧破邪恶。的的确确啊，讲经说道能够破除我们的迷信，纠正我们每个人的错误的想法跟看法。嘉祥师他也说道，建床是战胜之相，譬就是譬喻，譬说法降魔得胜也。什么叫道场呢？一定是这个地方啊，天天有法师有居士把这个经典向大众做汇报，他每天要做心得报告，要把他所修学的体悟跟大家分享。慧日是比喻菩萨智慧照破痴暗，以醒群迷。菩萨的智慧呢，能够为我们呢辨别是非邪正。那现在这个是非邪正的标准何在呀？就在经典里面。你看佛当年在世的时候提醒我们，这不管是当时的弟子还是后世的我们，我们都要做到四依法。四依法里面有一法就讲到依法不依人，这一句话特别重要。可惜的是现在我们看到一些热心的信徒啊，他自己不读经，他也不听经啊，听到某某人讲什么他就误以为真啊，以为那个人讲的就是佛法，其实那个人说的是不是真正的佛法呢？不是的。现在一些人拿着佛教的经典到处招摇撞骗欺骗信徒，这种人还不少。我们光是在澳洲就听到就见到了不少，包括哪里，我们这里也有，所以大家要小心。甚至这些人我们都认识，但是我们对他们呢都是都要特别小心，要特别谨慎，不要自己不要自己找麻烦，我们对他们呢敬而远之。在这个时代真的是魔的力量非常强大，那真正要弘法的人呢，他真的受尽这些魔子魔孙的干扰，受了他们的障碍，虽然受他们的阻碍，我们要不要退失道心呢？不可以。我们如果一退，那您说这个佛法就怎么样？
那就完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当年世尊，他这个八项成道里面有一项是什么？降魔，对不对？大家看一下这个专门介绍释迦牟尼佛生平的释迦谱或者释迦方志，你就知道。大家看一下释迦谱啊，就晓得那个降魔的过程非常详细，那就比我们这个无量寿经讲的那就具体的多了，所以大家可以参考来看一下。越是魔的力量强大，我们这个每天讲经说法更加不可以中断。说句老实话，就算是身体不舒服累生病，要不要上台讲呢？还是应该要上台，不能够找借口啊！我身体不舒服，我今天就请假。请假自己稍微轻松一点，可是众生苦啊，我们可要知道每天要听经闻法的众生不计其数啊，他们都翘首以盼，我们如果放假一天，那他们就会很失望。他们已经养成个习惯了，固定时间来听课，我们如果说没有预先跟他打招呼就自己不来上课，你说那么多的众生他失望不失望啊？失望一天他的信心就减少一天，失望两天他的信心就更弱了，失望三天四天五天他就道心就很容易退转。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真的要发大心，你看这里讲嘛，集法鼓见法创，太重要了。底下进一步讲，这是净影书以文思修三会名此三欲，书曰言集法鼓与文法会。这个书里面说，集法鼓比喻呢听闻智慧之法，鼓声远披名集法鼓。这个背呢读那个披的音，就是说它能够利益众生，能够让大众呢听到这个法音。说实在话，如果当地有法师有居士每天固定给大家讲经说法，这是这个地区众生的福报。我们当年在夏威夷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的体会嘛。我们住在夏威夷是在檀香山，大家知道啊，檀香山这国父孙先生他到过檀香山，那么大的一个岛，那么多国家的寺院道场，有韩国、泰国，当然中国的寺院最多，还有越南的寺院，还有美国人的寺院、日本人的寺院、韩国人的寺院，那么多。可不是每个道场天天都有法师讲经哦。什么时候才讲经呢？周日的时候才有一堂课。哎呦，那一堂课我们都当做宝贝，都会去听。现在人不知道啊，能够每天听闻到正法，这是福分，所以他不认识，他也不会珍惜。等到哪一天没有法可以听到了，他就知道这个失去的是什么，那就非常可惜了。我们就举个例子吧，你看现在师父上人他生病，对不对？那么这么快两年了，老人家没有讲经，我们有没有觉得很遗憾呢？我们最大的希望是什么？希望师父赶快再继续讲嘛，对不对啊？这个科注他不是现在是讲第四遍吗？第五遍没讲完呢，刚刚开始没多少。所以这个见法床在此地，它是比喻思会法，用这个见法床呢比喻这个思会文思修三会，利益称见，益出名床。这个是指建立法义，彰显彰愿于众，为见法床。佛为了度众生呢，建立了三圣佛法，而实际上佛讲的法是什么法呢？
你看《法华经》就讲得很清楚嘛，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佛最希望我们听到的是一圣大法，讲了那么多法，到最后呢，都把我们引导回归到一圣大法。一圣法就是成佛之法。眼要慧日，除痴暗者，这个痴暗就是无明，就是暗惑。什么叫要慧日呢？就是这个人他智慧开了，他的迷惑呢断除了。在《华严经》第二卷里面说，如来智慧无边际，一切世间莫能测，永灭众生痴暗心，是即慧日破痴暗之意。我们这辈子啊，在人道如果没有听到释迦牟尼佛的大法，哪里晓得这一生啊，原来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人生一世，什么事情最重要啊？是要了生死，要出轮回，而不是搞这个名闻利养的，不是贪图世间的五欲六尘享乐的。果真生死大事解决了，那就太好了，您所有的问题都能够化解。后面再说，纯净温和，纯者纯也，好也；净者清洁也。纯净指内心之清湛离垢，这个湛呢，也是清净的意思。温者良也，善也，和也。刚刚提到嘛，孔老夫子那五德，温良恭俭让，你看佛门有没有提倡啊？也提倡了。所以这个纯净温和就包括老夫子的五德。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斋堂一进去右边就一个相框，里面框的就是老夫子五德，大家有没有看到？没见到，你来学院这么久没看过。那您今天中午进斋堂往右边看一下，好像就在正当中，是黑色的那个底板，很重要。这个温和呢，它是指仪态之温良和美，而这个极定明察也是我们现在呢应该要修的功夫。什么叫极呢？就是清净心。定呢，就是平等心。您有的清净心，有的平等心，才能够谈得上什么明察。那明察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前面所学习的嘛，《华严经》上所讲的十种善巧智，这就是智慧的照用。所以这里也讲到了实际离体，就是我们的真如本性。那么我们自己学到啊，要知道自己修的是什么。真的每天呢修极修定，到最后所产生的作用就是明察。下面我们再来看这个中国五代宋朝的永弥延寿大师在《中经录》里面一句开示：以一心为宗，造万法如镜。这个宗就是最重要的、最主要的。造万法，这里就讲到这个一个比喻，说的这个镜子啊，要把它擦得亮亮的，它才能够反映外面的种种的境界相。我们如何把外面的事情看得清楚呢？一定要让自己的心呢做到极定。所以这个经文呢，大家如果把它前后连贯来看，就非常清楚了。下面念老啊，再给我们解释了一下。他说：“即定如镜之体，明察如镜之用。”所以一个是讲体，一个是讲呢
它的作用。一切法从哪里产生啊？都是从心想生。所以我们现在呢，要知道应该对待人事物该用什么心，用真心，这是绝对正确的，不能够再像一般人那样还用第六识分别，还用第七识执着，还用第八识，那就错了。那么在哪里把佛法所传授的方法拿来用呢？就在人事物当中。那在家同修，从你家里开始做起，对待自己的父母，对待自己的先生，对待自己的太太，对待自己的儿孙开始做起，由里到外。那我们如果住在寺院里面，由我们道场四众同修开始做起，再于扩大当地的社区，再于扩大这整个国家整个星球，都应该要落实。后面再解释这个名场：寥寥分明，秋毫不爽，故曰名场。这个秋毫呢，鸟兽在秋天刚刚长出来那个身上的细毛，大家没看过，有同学可能看过，你看它那个秋天刚刚长出来那个毛啊，它是怎么样的，很细微的，所以就称为什么呢，秋毫，用这个来做比喻。即令明察者即而常照也。经上啊，尤其是大圣经典里面常讲两句话：照而常即，即而常照。这是佛呢常常所说的。所以有的这个定啊，哪里有不知道的事情呢？通通都晓得。后面再进一步为我们解释：为大导师净影书曰，以慧开人，名为导师。这个开人呢，就是我们常讲的帮助我们呢破迷开悟。在魏译本的无量寿经里面呢，有这样一句经文，他说：入众言因，开化一切。佛用他的音声来传法，帮助我们呢了解事实真相。所以我们这个星球上的众生呢，其实当然也包括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我们这个六根当中哪一根接受这个讯息最敏锐呢？耳根很厉害。所以师尊来到这里啊，他就用这个音，用他的舌根，把他所要表达的意思啊，用音声发出来，我们一听呢就觉悟了。假如说我们这边的众生鼻根很厉害，那请问释迦牟尼佛他讲不讲经呢？他换个方式，他怎么讲呢？譬如说我们现在进了讲堂，对不对？那佛坐在这儿，他怎么讲呢？他就预先准备好一个香炉，然后就点上一支香，佛坐到这儿，我们就坐在下面，那菩萨在下面闻那个香，闻着闻着就怎么样，就开悟。这个方法就非常妙，大家希不希望这样子？哎呀，我们如果也都这样子的话，那就太好了。那这样我们这个学院的法师也不必再学内典讲座之研究了，就不必学这个讲经的技巧了。那怎么样做呢？每天就点香，大家自己在家里点香，闻着闻着你就破掉见识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但是我们这边的众生呢，不是鼻根很厉害，我们是耳根呢很敏锐，所以呢一定要用音声来度大众。下面是慧书所解释的：为师道者，视其正路，故曰导师。的的确确，六道众生就是呢师道者。那首先我们说什么叫道呢？道就是菩提涅槃
不知道这个人啊，不知道这个道的人呢，就称为失道者。幸好我们现在遇到了释迦牟尼佛的经法，知道呢什么是正路，什么是邪途，晓得现在赶紧回头。后面念老再给我们说明，能如普贤大士十大愿王道归极乐，以最极圆顿之法普利九界众生，故曰大导师。这里举出一个具体的好榜样，普贤菩萨。那么他老人家最值得我们赞叹的就是他的大愿，他的大愿有几个？十个。我们常说普贤十愿，可以讲呢本经非常重视普贤十愿。大家看第二品，第二品品题叫什么？德尊普贤，是不是？你看这个品就知道，那与会的大众有没有学习十大愿望呢？有学。讲老实话啊，我们如果现在学佛不学普贤行，能不能够去极乐世界？不可能，必修课。所以普贤十愿是我们净宗五大功课之一，这是一定要修学的一个课程。那普贤十愿它其实讲什么呢？就像这里所说的，就是劝我们大家要发愿认真修行，求生西方净土。细讲就是普贤菩萨行愿品。所以说啊，普贤菩萨在华藏会上极力的号召，当然还有他的这个好同伴文殊菩萨，他们帮助啊毗卢遮那佛在华藏世界呢劝大家都要发心修普贤行，求生西方净土。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啊，感觉到人生很苦。其实哦，没有想到今天早上这么冷，大家有没有觉得很意外啊？本来我们这个冬天的这个被子啊，这个冬衣都要收起来了，是不是？没想到昨天晚上开始那个就感觉到那个温度就一直下降，一看一下那个天气预报，哎呦，都已经8度了，吓死了！赶紧把这个加衣服、被子铺厚一点。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气温呢，很不正常啊。其实，在这个时候，在以往啊，都已经是很热的了，都穿单衣的了，还穿里三层外三层，头上还戴帽子。哎，这整个磁场都不正常，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啊不如意，应该怎么办呢？更要认真的学习正教，要老老实实念佛，要把自己的功德呢回向给一切众生。后面再说，调伏自他者，调者调和，调理调顺，调其心也。大家看这个调字，它的重点是哪一句话？就是最后那个什么调心呢？调什么心呢？让我们那个邪恶的心、自私自利的心变成是佛菩萨的善心、净心、纯净纯善的心。那福是什么意思呢？降伏制服，降伏其非心也。金刚经里面有一句名言，这里呢也把它摘录出来了。念老非常慈悲，他说这是金刚经里面所讲的，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所问者正是调伏之意。哎，那如果就净土宗，我们怎么样降服自己的心呢？阿弥陀佛，这个方法好。所以当年如果慧可大师他相信净土法门，那达摩祖师会怎么说他呢？你心很乱是不是？找不到自己心是不是？念阿弥陀佛就好了。
就一语就搞定了。修行呢，真的贵在什么呢？放下自己的妄想。我们现在用的方法是称念弥陀名号，这个符号呢非常好，它含有无量意。我们的妄念呢，这里讲到非心嘛，我们的妄念再多也不要怕，杂念再多也不要紧张，就是一心支持弥陀圣号就好了。有人讲我念佛还是有妄想的怎么办呢？不必管它，继续念，念上个三念五载，你就发现自己啊妄想越来越少了。妄想少，那同时什么都就多了呢？智慧就来了。大家学佛这么久，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智慧越来越高啊？有没有？你笑是什么意思？是有还是没有啊？说有好像还是没把握，应该有了。为什么呢？心清净嘛，是不是？烦恼少，这个智慧它相应的就不断的增长。所以这个《金刚经》里面这句话蛮重要的。所问者正是调伏之意呀、啊，所以《金刚经》里面这两句话就是调伏的意思。若引申其一，则开显本心，是调自一；降伏非心，是伏自一。这就把它分开呢来解释了。因此，我们现在不管每天有什么样的想法，您都把它归到哪个地方去就好了。阿弥陀佛，遇到开心的事阿弥陀佛，遇到烦恼的事还是阿弥陀佛。其实那个会修的人，他有没有所谓的开心跟不开心呢？没有。开心不开心是什么法？是二法，对不对？凡夫之见吗？那在法身大师来看，开心跟不开心是什么法？是一，不是二。同一桩事情，认知就不同，果报也不同。所以呢，为大导师者，必于自心他心，悉能调伏自身入道，亦普令众生入道；自心大觉，亦广令众生入于觉道也。的的确确呢，我们想要像佛那样子成为大导师，那就必须要自己做到什么？自心大觉，还有自身入道。所以佛门有一句话也讲得蛮好的：未能自度而能度人，无有是处。所以每一个法身大师还有佛，他们能够普度众生，他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就是他把自己的烦恼习气呢伏断了。后面再总结，又文就是刚才这些注解的文字，大意为菩萨一心正直，安住一圣法中。这点太重要了，所以我们要让自己的心呢时时刻刻住在这个一圣法。一圣法是什么？就我们净土法门来讲，原来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就是呢这句弥陀名号。复具善巧方便，精勤求法，广为人说，悉无厌倦。就自己来讲，我们称念弥陀名号不间断，那对于大众呢，我们要跟大家报告无量寿经啊，想要把无量寿经讲得更加具体，我们再加一点注解呢就更好了。可以说从古至今到现在，无量寿经最好的注解是哪个版本，大家晓不晓得？您这个哎呀手这样一指哦，指得太有智慧了，原来就是黄念老这一个集注，它内容非常完备，193种经论书，
内容非常丰富，真的学这个注解就等于学了什么，好像学了大藏经一样，太好了。所以呢，这里就讲嘛，要广为人说。我们希望呢，在这个世间呢，有越来越多的法师、在家同修们都发心来跟大众呢分享报告这个科注，这个好。不但要用中文讲，还要用越南话讲，还要用日语、英语。我们现在住在澳洲嘛，用英语跟大家讲。如果您到中东去，还要讲阿拉伯话，还要到欧洲去呢，讲法语、讲德语，对不对？如果您到俄罗斯，要讲俄语，普遍宣传，功德无量。菩萨戒得清净，刚刚提到了，我们学习戒得入门的科目，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圣学三个根，弟子规、感应篇、十三业道经。故所言说能令闻者心悦信服，唯有自己真正得到真实之力，讲出来的话才会感化别人，才会打动对方的心，他才会怎么样呢？他才能够相信，他才会呢心服口服。这就是为什么孔老夫子的遗教大家如果看四书，大家应该都看过《大学》《中庸》《论语》，你看这三本经典呢，我们读了之后，可以说每一个字哦，都是很有力量的。那就现在的人的话来说，每一个字、每一句话，磁场都非常强。佛经的磁场那更加强大，世间法经典都对我们有这么大的作用，那出世间法的这个作用呢，那就更加的殊胜。所以希望我们大家呢，把这个儒释道三家的经典呢要认真学好，同时我们也要发心把其他宗教的经典呢帮助他们发扬光大。比如说对面是天主教教堂嘛，我们希望对方这个天主教呢也能够把他们的经教学好，如果是回教的道场也成就他们，如果是基督教的教堂呢也辅助他们，希望这个正教在这个星球上重新再振兴起来。那做到这一点呢，这个地区、这个星球就不会再有灾祸了。就像本经里面所讲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好，我们今天呢就学习到这儿。莫学误胜出席念讲，难免有讲错以及疏漏之处，如果有任何错误，敬请诸位法师大德同修予以批评指正。谢谢大家，阿弥陀佛。